晚上好。呜呼，我到房间了。大家在干啥呀？没馒吃呢，头我这边存在还的没是吃呢，好久不见。我今天喝了2杯奶茶，暂时还好，也不算饿，也不算不饿，就是想吃东西，但是也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，就是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意思。好，饿了就吃。就是，我的守护天使呢？守护天使，看看我呢，有没有什么浪漫的行为？大家可以教教我吗？教教我，然后对我的守护天使做，多说几个。好想跟别人结盟，就是结盟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混淆视听。是不是只要不让我的守护天使知道我守护他就好？谢谢奶茶，买吃的最浪漫。爬到床边，那是给他惊吓吧？演说谎，对，演戏呢，搁那。晚上好，给他吓死，吓得他明天起不来排练。我们今天，哦，不经意，对，这太明显了，好吧。隔壁在插那个充电头，好明显。晚上好。隔壁插那个充电头，我们听得一清二楚。多带几遍，那就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也不是，对，整个头发。那也不行。所有人的，我守护全对是吧？他们今天就说，对，我们这边还超不隔音的。他们今天就说我是不是守护全对，给我整无语了。因为谁喊我都，然后丹妮今天醒了之后跟我说，他说我觉得我的守护者是闹闹。因为我今天还在睡觉，就他今天在睡觉的时候还没有睡着的时候，我一直在那边，嘘，不要吵到我蛋蛋睡觉，嘘，大家不要吵。晚上好。他说我守护他，觉得我是守护者，我没有。趁这个时候偷偷把大家都守护一遍，不好吗？对吧？戴眼在干嘛？露出了个头。我们今天大家都好困，就是排练的时候，大家都困得不太行。头发。大家今天收音机啥？你猜？我们还好，也不是很辛苦。好嘛。哦，对哦，对哦，我捏着一团纸在这，手机在充电呢。你们咋知道？今天奖品在我的包里。对，我们一直在排练，明天也要排练，后天也要排练。天天都要排练，每天都排练。不用试，因为我买过一模一样，也不是一模一样，我买过。明天算是，也不算很早起。偷学忘吃什么呀？偷偷学是不是？交学费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好歌唱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我唱什么，不是。
对，我有奖是这个意思品。啊，我以为是说它放官第一宣炮了那么呀。大的时候，中间是没有伤害的。这不是指定区，这是那个，这是抽到的。哎，对，是抽到的，自选没说，自选。妈妈，哼，谢谢，别叫我瓦提尔，怎么占我便宜？还是有一定的伤害在，妈不妈然那不个在，球怎么会被秒掉？明天妈妈不在，你们有看过吗？这部剧，叫你，明天妈妈不在，有没有看过？期待我们公演。对，那像这我们种还特没那别么的快公片布，可能会就是拿着一团你纸看呢。过那个吗？就是一分钟的话，它是一个男女主角。是电视剧，是日剧，很好看，是我女儿演的，我女儿叫卢田爱我菜，明明就知道自己不是他爸。就是我跟田馥甄的女儿卢田爱菜。厉害吧？谢谢奶茶，厉害吧？有听说过吧？我女儿可出名了，我女儿从小就会演戏，可厉害了，超厉害的。我女儿从个位数的年龄就开始演戏。好吧，谢谢老师。没看过吗？有看过的快去看看，不是没看，哎呀，我在说什么？没看过的赶紧去看看，真的很好看。谢谢语文棒，真的很好看。谢谢7686下六的，什么抖音视频？真的很好看，我女儿在里我面说演的啥是来个着？小总裁。我说我直播，哦，我说你的守护者送了两袋东西给你，上面怎么写的是我们呢？上面写了名字，两袋，谢谢7686下溜达，应该是你的守护者送的，我看到了，有个小纸条，亲哦，吻声，太甜袋子了，里有泡大海哎，泡水，可以喝。我这知是道，谁的字可以啊？排除掉，嘘，小声点，可以排除掉。我帮你排除哈，排除掉张润，张润在睡觉，肯定不能是他。他排那除天出掉，去过了，真的，但是我今天，他去吃东西，他才不会管你呢。然后排除掉我，那不一定啊，说明是你边拿进来还边说，哎，这是那是我的字吗？我不知道是谁的字，排除掉吴雨霏，吴雨霏，这还个不有，演，对，还有杨若溪。知道吧？那是谁啊？谢谢头顶上的凯夫拉，这是谁的字啊？我还没见过大家的是不字是没呢。见过？是的，没见过大家的字。明显那不是我的字，你可以拿我自己去对比。天呐，我的天呐，洪金文5年来，第一次收到这个是吗？很激动，很感动，是不是？5年来，我没有啊，谢谢奶茶，第谢一谢次奶茶，被当人，我只是觉得很甜。我有被惊讶到，有被甜蜜到，谢谢有巧被克那力，个到。找，谢谢奶茶。什么叫好暴狼？我才没有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我可能吗？我忙得要死，今天晚上，我今天晚上太忙了。我守护者就跟没有似的，完全没有感受到他守护我。我别笑。我连笑都不能笑了吗？什么可能就是张润？你是说他的守护者是张润吗？不可能，张润字也不长这样。笑得比较心虚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太贴心了，天呐！我觉得。
我的守护天使，他可能是个比较害羞的人。我今天妆不一样吗？什么叫羡慕我什么？张在房间怀疑我，怎么可能是我？绝对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我字又不长那样，而且我今天忙得要死，是倩倩都不可能是我。知道吧？啊，才不是我！他现在肯定在怀疑我，告诉你们，他为什么会怀疑我呢？也是我给他拎进来，真的在我们门口，真的，是我拿进来，就是，是我拿进来，更不可能是我了。认不出来吗？你守护天使要难过了。我没见过，真的，我一般很少。张润在睡觉，不是张润在讲话。反正鬼写字一定不是张润。对，下回我就摆在门口就不拿了，就让他在我们门口，让你自己去拿。他给你拿买了什么？好好奇。泡大海，不去泡茶，泡茶多好。太甜了，太贴心了，好浪漫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谁了，合理怀疑北哥，因为他很浪漫。合理怀疑北哥哈，真的，我合理，我非常严肃的在怀疑是北哥，真的。真的真的，分析一下，我觉得，因为北哥昨天来我们房间了，他，你看，他首先他目标肯定不是我，因为我都不在，然后，其次，就他，哎，不是3号首演公布，应该3号我们会进行第一轮猜测，我们在 MC 的时候猜测到底是谁。肯定不是我。哦，他为了打掩护，所以他先去菲菲的房间。肯定是。到底是谁啊？这么浪漫，我好羡慕啊。我的守护天使，闹闹是小天使啊，闹闹。什么？我也觉得很像是闹闹自导自演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那绝对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我好羡慕。这字我猜不出来是谁呀？我也猜不出来，肯定不是我，怎么可能是我？哎，我会这么明显吗？我有这么傻吗？啊，真的好感人。我本来这几天就真的挺难受的。哦，天哪，你看看最近有谁特别关心你？你看我有关心你吗？我昨天一盯了一天别人呢，真的好贴心，好浪漫。不是我，真不是。代写的确有可能代写后有道理。不可能，我笑。我觉得可能是闹闹。因为闹闹会在古朴超市上买东西，我笑，但不代表是我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看上那个单子在不在？真不是我，可能我会买水蜜桃吗？我不会买水蜜桃，真不是我，他守护天使该难过我了。真不是，我学到了这一招，哎，不错，哎，我怎么对礼物了如指掌？他刚说的呀，我怎么，我一点都不了解，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胖大海呢，是吧？我一点都不慌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闹闹马
把那个西瓜给我是吗？不是，真不是我。还买了一个西瓜。我真解释不清楚了，我真不是我，求求你了，真不是我。真不是我，我哪有这么蠢呢？我跳进黄河我都记不清了，我现在我笑得很开心，我只是替他感动而已，我替他开心，他的守护天使好浪漫，我好羡慕。一定知道的。怎么可能？真不是我，我觉得你守护天使要感谢我帮他挡了一个，知道吧？真不是我，真不是，真不是，真不是。压我一票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是我。对，我直男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是，别乱压票，我跟你们说会输得很惨的，知道吧？这种事情不要乱，不要这么轻易下定论，知不知道？真想想，让我们不管是不是，不管是不是，首先要谢谢闹闹，帮你拎进来什么？不客气。我还说谢谢闹闹。真不是我，我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真不是我，求求大家了，真的不是。呀，对，真不是我。像我这种广撒网的人怎么可能这么明显就暴露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应该从字迹上去辨认。你明天叫大家都写字给你，哎，你拿个本子去找大家要签名，就像那种同学录一样，知道吧？就是让他们，你们就写我三个名字，我的三个字就好了，我的名字。啊，我现在就写给你看，绝对不是我。你要说代写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你要代写怎么办？真不是我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我真不是，求求你。主要是他写的是洪静文说，他现在没有说洪静文前辈，所以一定是跟我平级，所以一定是什么闹的。我想，好，你想谁会叫你洪静文？我平常叫你什么你还不清楚吗？但是怎么这个叫虚晃一枪，懂不懂？我平常叫你什么你还不清楚吗？我都叫你宝贝。唉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跳进黄河洗不清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！真不是我。是，我平常都叫他盖盖盖宝贝。字是不是跟我没关系吧？你的确不会写那么好看的字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，黄静文？但你太不了解我了。后辈才会写洪静文，他们给你分析了，因为同期都会写奶盖。哇，也有人会叫奶盖，像西西他都叫奶盖，反正也是。哦，那就排除掉我们这些人，知道吧？会不会是那个后辈啊？那个新后辈？我觉得他们不敢写我的名字的吧。张那个润睡了。他刚刚骂我，把他吵醒了，我真的是。对，花名，还花名，你太好笑了，谢谢，别叫我瓦提尔。虚晃，我得想想，我得对我的守护者，对我天使做些什么。开始进行守护行动，对，我都还没行动呢，盖盖，真的。我你早上起来就
开始心动了。不叫，那叫平常对队友的关心、关爱，知道吧？送新兵乐，新兵乐有什么好送的？盖盖还在猜吗？猜不出来的，我守护吴雨霏，为什么？啊，我都没有收到衣服、鞋子，还有耳机。对，盖盖说到浪漫礼物了。对啊，大家昨天在疯狂爆菜单，爆！我的天我准备在40分的时候关，因为我们明天还要那个，我要去想一想，我要对我的守护的天使做，我要对我的守护的人要做什么了。可以怀疑是那，因为这样买了西瓜，你也可以去吃。才，那我不吃好吧？啊，宝贝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怎么能吃你守护者送给你的西瓜呢？我合理怀疑，怀呸。怀疑。我合理怀疑。始祖君，他不敢叫我大名吧？他也买普普超市。他也买普普超市。我觉得很多后辈都不敢叫前辈大名。他天天买普普超市，我告诉你。而且，说不定那是送给我的呢，他写错名字了。洪静文跟卢静还是蛮像的。噗噗，一写前辈不就暴露了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我就要给。那我就全都加上钱呗。哎，不行，哎，我怎么说出来了？哎，嗯，对，我要假装是后辈，懂吧？懂了，懂了。哦，给我买了个原切香芋片，绿色。知道，不是我，哎，你看我，哎，我喜欢这个，哎，我买了一个这个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不喜欢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喜欢吃？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？你都吃。又给我买了原味和烧烤味。不是，不是，哎，我不从来不买桶装，我告诉你，看我的。哪有？上面有，我还是绿色的。不是，不是我买，这是卧桶会顺回来的，我实话告诉你了吧。看，我买的栗子味。怎么了吗？绿色禁止是不是？你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让我那个西瓜，还有三包薯条和一个水果。到底是谁呀、啊？这么浪漫？那你了？真不是，我求求你了。谢谢奶茶。哎呦，榴莲味就是始祖君送的。哦，那不是榴莲味，那排除它。我在帮你，你要猜出来，知道吧？始祖君爱吃西瓜。哦，哎，不是他，对不起，记错了。昨天谁跟我说也想吃西瓜来着？突然想起来是韩月，不是始祖君。哎，我的刘海怎么？石君喜欢薯片，合理怀疑始祖君哈。我觉得你可以合理怀疑一下再忠心的人，真的。六七，觉得是江江，江江会叫你洪静文吗？他叫我奶盖。这肯定是虚晃一枪，告诉你。收住了。还5分钟我就关了，我准备去给我的守护者想一想要对他做什么，我要想想对我要守护的人做些什么。已经有人抢在我前面行动了，我一定要去干一些，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大概绝对猜不到是谁。你知道了，我不知道。除非是你帮他送的。不可能，不是我帮他拎进来的，啊，你帮他拎？我帮他拎进来的，在门口放着。可是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呢？上面不写着红金门你的知道吗？张子乔在哪吗？我知道，在上面。在里面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我看到了呀，不然呢？我一拎起来，我不就叫你了吗？红金门。哎，你叫我红去玩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吧！谢谢头顶上的凯夫拉，真不是我，救命！我知道那纸条真的就是在最上面的，真的，不是我，我真还，我发誓。我还没行动呢，哎，不对，也不算吧，有行动但失败了。谢谢，请你喝烤笑奶死，吧。字写那么好，排除刘亦菲，排除谁？刘亦菲，你们太坏了，无语。对，我们现在都，大家每天都在玩狼人我觉杀。得写字那么好的，一定是在上学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上过学的。就写字不好了是吗？不是说正在上学的，肯定天天练字哦，写字才能考什好么意呀。思？我生卒白写的吗？好几万字呢，也写的。不过真不是我感哈。动的我现在不想把不想去写作业。你把那个收藏起来吧。肯定啊，你发那个东西给姐姐没有？嗯，你发发给了。他了去。他发没有？要扣钱的。他没呢，你问他要不要钱？他有钱，他先睡了，别喊他了，算了。行吧，是我是我，就是我就是我，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打掩护，这样的话，我的守护，我守护的人就猜不到是我了，因为盖盖肯定认定是我了，这样的话别人就不会猜是我了，盖盖好，就是我，盖盖。其实就是我，我告诉你了，盖盖是我，真是我，我相信了，我从昨天就已经说是你了，为什么？感觉，对，你昨天就觉得是我对，了，我我，昨天就觉得是你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红警我一定不会输，真的吗，洪金文？红警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洪俊文太敏感了哈，这样不很好。聪明的人，好吧。洪俊文，你有发现我昨天在偷看你吗？你给我看了好多人，我昨天一直在你偷看了很多人，昨天虚晃一枪，我都。对，他现在认定我了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我不是，我平常不叫他大名的，真的，盖盖宝贝。虚晃一枪，花买西瓜花了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啊，现在西瓜多少钱一斤啊？就是，哎，下意识不应该说，又不是我买的，我哪知道？但是你怀，你愣了一下，你愣了一下，那时候，是我是我是我，没有多少笑吧？死，没有多少吧，因为是一起买的，根本就不知道是多少钱呢。哦，还小，那个。他其实就是我。哎，我们要是没猜出来会怎么样？让我们想一想，让我们这几天想一想。到时候没猜出来的话，猜错了的话就……难道粉丝想惩罚不是？对，我们猜错怎么办？猜错就要守护你的守护者，就是守护你，守护你的那个人，你就要再守护他一个月，怎么样？那不是啊，就因为你没猜对，是他守护你，他就很难过啊，那你就得……那我觉得是，哎呦，那肯定是他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所以猜不到了。哦，也有可能。对啊，所以就不能怪，就像我猜对了，对吧？又钓鱼，有这个惩罚没有？我们啊，哦，你来看我直播，石书君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你来探，你来。一定是，
十君，来看看是不是奶盖是不是收到你的是不是十足东军？西了，是不是十足军十字是帮军？闹闹写的那个纸条，闹闹不写字是没那你，么好你看守护的奶盖什么什么意思啊？我字真的很好看，我要找一下，我证明我自己。虽然我字很好看，但那个真的不是我字。你刚睡醒？哦，睡前点的吧？看我的字，你写个洪金文看看，看我的字，你多写一可下爱！洪金文，你写洪金文三个字。洪金文三个字还不简单？哎，我的笔呢？我跟你说，行云流水，我告诉你。你给我一笔一画行，你不要给我插一颗啊，连着写。这年头要证明自己真的这么难吗？十足军真的很贴心，又很……啊，十足军在我房间，在我直播间很久了，我怀疑，合理怀疑他。你用这个笔写好吗？你用大笔写，我看不出来。嗯，然后，给我一张纸，这这个，那你用这个吧，这个好像你就不用了。是谁的生猪？没有，都脏了。行，一笔一画哈。我没有办法一笔一画写不行，字要一笔一画的，要啊。字正腔圆的写。镜子很丑的，我看看，我好像哦，真的很像，但真的不是我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行，都是因为你叫我一笔一画的。来，坐在这里一下啊。嘘，过来过来，我们一，你过来，我们这边来镜头前面对比，快点。让大家帮我证明一下，这不是我耳朵都红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会是这么蠢的人吗？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如果像我的字，那一定是我代笔的，知道吗？洪金文，我在剧场呢。No，你的那个你写的那个习惯都出来了。不是。我在剧场呢，我在剧场，我怎么写？是我代笔。你看这个文字的左边勾勾，也习惯性勾了一下。我看看，你给我。你自己看的文字，那个。他写的什么字？你让我帮你把其他字写一下。你看看这个文字。啊，镜子不一样。你看文字，习惯出来了细节。不是，你们看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我给你写一下，哎，这个字真的不像我，告诉你。我给你写加油，真不像我，不一样。点横撇。你看，我不可能这样写字。你看我的字，你看，好不像，完全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改改，改，我是代笔，可以吧？我可以是代笔。其实他找我代笔。用下去，装不下去，开始编了是吧？记下闹闹。真不是我。好吧，是我。笑死。你的守护天使一定会很难过。不会的，我因为提早猜出来了是吗？真不是，救命啊！救命！真不是我。细节好吧，我看一下，我都是我很看细节的。我刚刚一回来我就。你一回来你就直接开门，哎，奶奶，你的那个什么，谁给你送东西啊？不，哎，我跟猪猪回来的，你问他，我回来的时候手有没有拎的东西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证明一下我自己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手上拿着我的海底捞火锅，我说明我没有手去拿那个，不对，不是你是在门，不是，是我拎进来的，对，我拎进来的。啊，嗯，哦，
我真没时间准备。嗯，懂懂。你可能是写好了，放进去让别人帮你点，对吧？对，我拍照了，哎，我拍了一张照，我来回来的时候拍了一张照。这文字真的是你写的，闹闹。这啊，我。我肯定是刚看了一眼，我记住了他怎么写。我太出来了，太出来了。救命！别人怎么帮我放？离谱！故意在门口拍一张照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我是这种傻子吗？肯定不是我，这明显就不是我。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人，你知道吧？很容易就是莫名其妙的笑，知不知道？我这个人就喜欢在不该笑的时候笑啊。唉，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，谁让你们这时候说这句话了？哎呦，不行，笑得我我就我笑点低、哦、真的相信我，那个字也不是我写的、嗯、那个东西也不是我弄的、嗯、真的。嗯嗯嗯嗯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像的离谱，谁啊？我一定要揪出来，这个队里面谁跟我写字那么像？他们说我信你，但奶盖不信。不是，你好好甜蜜，好幸福，好。真不是，真不是俺呀。这样，明天如果他还送，或者他明天还干嘛？那我期待了是吧？挺期待。不是，那就绝对不是我。明天你一天跟我待在一起，好吧？我绝对什么都干不了。明天我们要排练，哪有时间一天待在一起？每天都在。真的，奶盖要，奶盖要阴阳怪气我的 MC。真不是我，我明天黏着奶盖，我跟你说，寸步不离。哦，就趁机。不是，那不行，那我守护的人那太可怜了，不行。我跟我守护的人，我来给他。不过他这个收子鞋真的很丑。所以不是我，我写的收字可好看了。不是，我给你们提示一下哈，我跟我的守护者呢，有站位，离得很近。嗯，你的守护者。不是我守护的人，我跟他站位有时候离得很近。那不就也有我吗？你傻呀，全部人我都离得近。走来走去的。对，吴雨飞离我挺远的。吴雨飞，我们俩一人 一头一尾呢。对，那全对人。对啊，我其实守护的是全对人，没想到吧。你连文字的斜的角度都是一样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巧，但真不是我写的，求求你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不是你。即使是我写的，真不是我写的，真不是我肯，就算是我写的，我也是代笔。嗯嗯嗯，但这真不是我写的。嗯嗯嗯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有点像那种在神经病院里面努力证明自己不是疯子。你知道你在神经病院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呢？这真的太难了。啊。对，就像喝醉的人跟大家说我没醉一样。那我没事走两步给你看看呢，你看我走的好不好？太难了，不是，我只是算了，就是我，大家，就是我，大家麻烦别人猜我的时候，告诉大家我手的是洪静雯，知不知道？大家哎，谢谢玫瑰花，哎谢谢最喜欢你的小垃圾，知道吧？哎，大家一定要告诉所有人我守护洪静雯，知不知道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笑死！对，我现在开始守护他，不管守不守护他，我现在开始守护他，因为守护他太可爱了，他最近确实很辛苦，天天晚上上课上到很晚很晚，然后，对，
就每天都上到很晚，上课，然后还排公演，还要整很多东西，真的很辛苦。谢谢玫瑰花，开始期待首演了是吗？对，大家一定要告诉所有人，谢谢杨菜，大家一定要告诉所有人，我守护的是洪金文哦，一定要让他都相信哦。知道吧？就我真的是守护他，爱你哦。我真的守对，护我他，知道你不是啊，你是帮忙的，我知道你帮忙的，看得出来。我就帮忙拎进来而已。嗯。真的不是我，哦不，真的是我，是我，就是我，It's me，It's me。哎呀，不行，反正奶盖已经相信，那太好，那真是太棒了，他就信吧，他真的就相信啊，那太好了。对，你们信不信不重要，现在他信了。不重要。对，盖盖，别人要猜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维护我，一定要说我就是你的，别人抢不走的。信了，信了，信了。他们说可能是我送的，但我不一定是小天使。对，他好敷衍，他好像已经完全相信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，知道吧？对，我就今天晚上没白笑，哎，我这笑得十分不合时宜。对，他已经深信不疑了，我好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我平常就很爱他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很爱他，但我没有，我真，哎，算了，就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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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It's me。对，盖盖学会了没有？你就这样子守护你的天使啊。OK，好的。学会了哈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那字哪儿像了？你看那个镜子完全不一样，有没有发现写不一样？真的，不信拿去笔记对比，真的不一样。好，我要写作业了。去吧去吧，快写快写快点写完，不要感动了哈。不感动，我现在。真不是我，啊，是我是我。哎，到底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都无所谓。是我，不是我。哎，我拿一朵玫瑰花来，到底是不是我？哎，洪金文，你看，该，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，我掰给你看啊，不是我，是我。不是我，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，不是我看，不是我，还有一个，就是我，不管最后一个是不是，都要拔下来对他说就是我。完了，我拼不回去了，完了，哦吼，哦吼，怎么拼的？哦吼，哦吼。怎么拼的呀？怎么拼的呀？这个？去哪了？不见了！救命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我守护天使呢？快来救救我！我的守护天使，You know，帮我拼好。明天我醒来，我要第一时间见到一朵完整的玫瑰花。不看了，我无语了。哎，我的守护天使帮我拼好了。哇，谢谢谢谢我的守护天使，木啊。他们说我要半夜醒来。发现你在拼乐高怎么办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看到没？洪金文，洪金文守护我呢，他帮我拼好了。对，我俩护手，
守卫，今晚守谁？好，我决定了，12点关，还有4分钟。盖盖，你不守我吗？守你啊。你守谁？都在忙是吧？还没来得及呢，都。结果你晚上边做作业边帮我拼乐高。我会边吃薯片边写作业的。我真不会买桶装。那是我手绘我送回来的。说不定两个桶装半价。你看我吃了吗？那个放在那半月半个月了，真的。有烟花、啊，真不错。哎呦，我怕一会我吃了，哎，胃我不行。别吃了，别吃我的。不是，主要是我吃了，我手还要打字，麻烦。打呗，我喂你。我喂你。哎，不行，我脚好痛。什么？是哪个？是，就是我守护奶盖。大家懂不懂？懂的自懂哈。真是我。我为你心跳。盖盖，你要觉得吃很麻烦，我帮你吃。还有3分钟我就关了哈。真的，他要是嫌弃。我不想吃，你吃吧，你多吃点，你还要做作业呢。期待政府好。期待着吧，是吧？你相信我，求你相信我。好了，别念了，快吃吧，快做作业，早点睡。好，政府，期待花开的那一瞬间。完了，我还不会唱，不是，会唱会唱。期待花开。哦，期待花开需要耐心等待多少的时间，花若凋谢不过也是短暂一瞬之间。哇哦，对，7月2号晚上，好吃吧？你要不要喝？喝奶茶吗？我拿了，哦，我有酸奶茶给我。那为什么都喜欢咬我的脚？因为你的脚香。拜拜。对，正好要12点了，大家快点睡觉吧。希望我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。今天没有自拍。明天几点出发呀？明天12点。12点。嗯。好的，那我可以安心写作业了。啊，你早点睡。嗯。我能帮你吗？好，我也早点。啊，12点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